好丑啊，这男的。嗯，哈哈哈哈，嫌我丑，看我把你们都炸上天。别怕，砰的一下就结束了。救命啊。嗯，来。哼，没事吧，美丽的女士。没事就好。嘿，好帅啊。怕不怕？你好歹装一下吧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哦，救命啊。碰上我算你倒霉。怎么老碰到坏人？救命啊。又是你救了我，谢谢你医生，你的超能力好厉害啊。我没有超能力，我会这样只是因为我喜欢你。其实我，老板便宜点吧，没钱还想吊威二耍帅，一天玩去。咦，成功了。咦呀，咦，嘿嘿，鬼来请你去。哪有什么超能力，只是为了保护心爱的人罢了。我也喜欢你。刚才什么声音？你听错了吧？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